就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来杭州了吧，对吧？对，每一次来杭州的时候，就是跟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这让我感到很温暖的。然后成员们我觉得也是一样，但是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在下次我们来看演唱会的时候，如果还有坐着的朋友啊，那就要生气了，是吧？应该要站起来跟大家一起嗨的。但是如果你实在不站起来，我也没有办法。这是我们的方式啊，但还是要理性，完了以后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好。好，一会儿我刚才又回家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大家有没有跟父母一起来，还是自己打车来的呀？我刚刚看到还有很多学生在那里，所以各位就是年龄比较小的朋友们，如果有就是年龄比较长的朋友们，能够载他们一程或者带他们一程，一定要帮帮他们，好不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再给我说。那简单的讲一下今天演唱会的这个总结一下好吗？但是很慢的。用一句话来讲一下今天的，描述一下今天的演唱会。이렇게오늘콘서트는뭐였다이렇게짧게하게。今天演唱会是什么？就简单的讲一下。今天的演唱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史无前例。我相信今天的所有的这些画面都会让你们非常难忘。好，孙旭，世勋，哎，我们这边有什么？简单的讲一下今天演唱会的感受。对，那我就简短的讲一句好吗？对，好，今天你们开心吗？来杭州，我会向你问，我会向你问，上面的人，저희가다음에저희我们下次저희가杭州에오신다고여러분들건강히계시고요我们下次来上杭州之前，大家一定要健健康康的。저희건강하게이따가좋은모습으로저희청소에올게요여러분들那我们也会健健康康的，下次再来见大家，好吗？好吗？好的，好的，谢谢。